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披萨工厂了，对不对？小屋工厂，今天我们安排好，我来带娃，今天安排我带娃，然后小美是模特，老爸也是模特，老白也是模特，我负责讲解，小学是观众，是评委，我负责把评委带好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安排。评委说，好好好，那这个衣服就好。评委说，就不行。我帮你叫老板，小学当评委。那我们接下来去选衣服，看谁选的小七最喜欢。是的，走吧，走了。好多羊毛大衣，羊毛西装，色好多啊，这个挺好看的，我选几个试一下。你选呀，选呀，好吧。我也在选。我已经选好了，这一杆都是我选的，等我试穿一下。这一杆是我选的，你看这件衣服特别高端大气，上档次，来试试看。这些大衣都是我选的，看着。小七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妈妈这件好看吧？好不好看？小七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外公这一件好看，好帅，外公你看。好不容易选了也有几款喜欢的衣服，要么小美你帮我试一下。好呀，我帮你试。给妈妈们选了一款特别高端大气的衣服。现在评委也挺累了吧？看来还是妈妈试衣服的时候比较开心。那反正今天的衣服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上午9点晚上7点大家可以来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回杭州了，拜拜。小七，我们回家，拜拜。